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不了解它对我们本身的影响是什么的话，我们如何重返对它呢？就像山中的人民一样，山中的人民他们完全没有接受过民主的宣陶的时候，他不了解民主，那何从反对民主呢？他都不了解民主对他的影响是什么，他怎么会反对民主呢？唯有他真正了解到民主过后，他开始厌恶民主，甚至他要想打灭消除民主的时候，他才会导致作为对方的辩友的后民主的后退，这是我方所谓的第二个论点。而这个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我们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认为啊，对方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愚昧导致你的，我们解决愚昧，同时可以解决恐惧。那我认为啊，这种鸡生蛋，鸡生鸡蛋，鸡蛋生鸡这样子的论证方式不太有意思，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告诉大家，你恐惧导致你不敢讨论，你不敢讨论，不敢跟人家分享，不敢想的话，好像白色恐怖，每个人不敢思维的话，那么怎么会推出现在民主框架呢？这种论证来论证去，我方觉得不主张，所以我方主张看什么？看最终目的要消除了什么？民主最终要导致什么？要大家免于害怕君王，免于被人家服役，这种东西不正是要让我们大家都可以生活在不需要恐惧的时候吗？因为我们种种例子，我们宪法保障我们集会自由，保障言论自由，不正是要消除我们这份恐惧吗？对方认同，假设对方认同要设立宪法的重要性，要设立种种法律的重要性的话，对方也理应认同消除恐惧的重要性啊。所以再来，我们再看我们所方的其中第一个论点，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讨论第一步，对方误解我方意思，认为我们因为它是第一步所以讨论。我的方意思是，第一步是万事起头难，它比较需要耗费更多资源，要耗费财力、生命等等的牺牲，所以我方主张讨论那一块。我们能容许人民不那么支持民主，不那么了解民主概念，不了解三权分立，不了解民主的垄不垄断，但是如果人民连恐害怕死亡的话，那就不能上战场啊。所以一者需要更多，一者需要更少的时候，就论证了我方认为今天恐惧是更需要被我们解决的。谢谢。我方认为要讨论的范围就是在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政府那这一块。你现在说朝鲜人民才革命，我的意思就是要不要革命这一块，就是从有到无，从就在革命那一块是需要最多的。就像朝鲜人民，如果今天他们想要革命的话，他们会面对军方政府的打压，所以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源。现在面临的是他们君主实行愚民政策，百姓根本不知道外界的知识。所以他们开始认为美国这种民主是很糟糕的，民主导致混乱。对，所以它的本质是愚昧。如果人民不了解民主的话，他只会不支持。那如果他甚至他误解民主，他开始认为民主让人越来越多权利，开始恐惧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会打压。我方是这么认为，很会打压，但是他推进民主化的。所以我方没有推进民主，所以他是最大的阻碍啊。对，他没有推进民主，那你是朝鲜人民。我方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恐惧民主的发展，恐惧人民的权力越来越大，这种混乱的局面，所以他们开始限制民主，开始不愿意接受民主，甚至他们现在讨论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刚刚举了一个山中人民的例子，对山中人民的例子，你觉得符合我们三个时期的哪个时期？就是愿不愿意站出来的那个时期。我们现在是说民主建成之前、过程中和之后，你觉得是哪个时期？按照这样的分类，那肯定就是第一个时期的啊。对，第一个时期它有恐惧。那你们讨论山中人民和你们恐惧有什么概念？我方要表达的是，不了解民主不会去反对，但是你恐惧的话一定会去反对。这是我方的。但山中人民他根本没有知识，你们何去谈民主？我方的意思就是说，你所以没有知识，所以他不会去反对。但是恐惧的话，他肯定去反对。这个逻辑，希望方了解。谢谢本方一辩。民主我们要看第一步，而第一步他们说资源充分大，所以我
需要16年，至少在我们国家需要16年的基础教育，而且还不够，我们需要对民主更深刻的意识，我们才能发展出更好的民主。你们怎么能说不在第一步留学冲突就是一种最重要的，而即使在第一步，愚昧也是导致第一步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民众不去跟随那些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大部分的民众是觉得我喜欢我的统治者，统治者对我好，我为什么要支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我根本没有民主这种意识，我为什么要去动？动不如一静，我为什么要去支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被杀头了，我不是因为你们被杀头我感到恐惧而不去支持你们，我被杀头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很蠢，你们反对了你们反对了这种意识，所以你们被杀头了。我支持我的女皇帝，是因为她对我好，她把我的税减到了60%，她从80%减到60%，让我有更多的饭吃了。我爱我的统治者，我为什么要变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然后对方又告诉我们，恐惧会导致倒退。我想请你们在之后的自由辩论上继续论证一下，为什么恐惧能导致倒退？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恐惧一个人恐惧只会导致他不去行动，不去做任何的事情。现在有一群造反者想要去反我的皇帝。我不支持，我害怕我的皇帝，所以我去打压那些知识分子吗？我不是一样会有冒着生命危险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停在这里就一动不动？这才是我恐惧中最后导致的结果。而愚昧呢？愚昧它会导致我跟随，只要是有一个人煽动了我，他给我了更好的利益，他的利益符合了我，我就会跟着他。我不管他支持的什么，我不管他建立新的帝制还是推翻了帝王，我都会跟着他。而这样建出来的民主，这是怎样的民主呢？你看看像义和团、斯大林、雅各宾派等等的例子。他们都在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后，由于带领的都是一群愚昧的民众，他们的民主导致了一团混乱，导致在最后民主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倒退，而让其他的民众感到了对这种民主的深感担忧，对他这种民主非常的不认可。而刚刚辩友说了，解决恐惧才是最终的目的。那么现在说了，法律已经保护了我们的民主，法律已经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正是发展这种民主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发展，而这时候在我们的社会中哪里还有恐惧？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人生已经被保证了。国际舆论在压制那些统治者继续产生新的恐怖的统治，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恐惧？我们的恐惧已经越来越减少，而我们的愚昧会出现新的愚昧，会有新的形式愚昧，因为我们永远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出现。谢谢正方二辩。
说的是，可是有的时候你开心一转看可能遇到这个大家是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是这种人就是他的人来的人就是他的人家进入今天联系我最终一个联系失去了我会回去的我会回去出来现在的回答一句我觉得可能把那个寄手也不考虑想出来的可能会通过的我们一起大人的会所以有的时候那是小时候的话我觉得没时间的那个人吧所以我说什么把我想做的要想法我认为我们的就是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项目是最重要的我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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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是最解决所谓的愚昧，想解决所谓的让民主发展。我想说，孔子跟民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方要民主这方面是愚昧的，他在别的方面他很聪明，但他没有民主概念，在民主这一方面他是愚昧的。所以我方要解释的是，在前期的时候没有民主意识，没有萌芽，所以我们不讨论这一块。我们讨论中期，最民主蓬勃、最蓬勃的就是革命初期。我想这方面有，我们能容许我们不了解三权分立，不了解媒体不中立，那我们能容许那些革命军不怕死？哎，那你来想一下，光有勇气的革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法国大革命，人们空有勇气，但是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去发展民主，使得人们觉得民主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哎，原来专制好像挺好的，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空有勇气而去进行的革命，它是会导致民主的停歇的。那我们有明明告诉我们说，不谈民主，民主的前期，民主的前期就是没有民主意识，他要谈的是民主的中期跟民主的后期。而我方告诉你说，今天我们在革命的时期，我们有一点点民主意识，我们又想去反抗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谓我们应该讨论的焦点呢、啊。那么你觉得只有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没有群众的支持，你怎么来建立一个民主？刚才的例子是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当时候呢，这人只有勇气没有一方，所以两者都应该要有，这是我们之前一早期的那个共识。这我们想请问对方，没有勇气不止一开始的时候要怕死，要克服动机，要克服很大，而且他还会一直变化的情况底下，他是不是更应该我们投入资源专注在他呢？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些知识，民主知识，我们是一了解就了解了，不会再忘记了。但是问题是，恐惧到民主后期突然临阵敌兵杀过来的时候，我会突然退缩不前呢、啊。那你的本质条件是民主条件。对，我明白说，但是我们是说民主前期的时候，民主概念人民不需要很理解，他们只要是说民主是推翻君王制度。那么我更需要是什么？更需要的是我有这份勇气，牺牲我的性命去跟君王抗争。哎，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像你们所说的，其实对民主有个粗浅的认识，是的，他们可以去反抗，但是反抗之后的结果，他们会意识不到民主带给他们真正的益处，他们反而会再去推崇从前的那种专制的体制。另外，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请问这边有，是否我们解决愚昧就等同于支持民主呢？没有，解决愚昧是一个前提，我们需要让民众先开始对愚昧，他们懂得怎样，懂得民主是好东西，而且懂得怎样发展民主，才能实现这种制度。说没有，你看一直在说革命前程，革命这个事情。而我们说的是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在发展之后，我们是现在的恐惧越来越减少。你又怎么说恐惧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是阻碍了民主的发展呢？对方没有，你不要逃避我方再次追问，请问这解决愚昧等于支持民主呢？对方没有，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看了所谓解决愚昧不等于支持民主，现在对方同意，现在我们看对方是不是同意我们恐惧的确要解决更多比起你的愚昧。从外力相处，它就可以解决了，不需要解决更多。
所以今天搞革命最重要的是勇气嘛，所以牺牲掉，所以对这边资源用的最多的时候，我们自然用到更多的那种时间啊、精力啊，所以要靠的时候，靠勇气推动满清政府建立民国。那再想请问对方了，在整个革命的几万义和团，他几时说要建立民主？他不是服务清廉，支持封建吗？对方，我发现你们的整个逻辑都建立在民众已经有了民主意识，想要去发展民主这个基础上了。那我想问，他们如果没有民主意识的话，他们怎么会去革命呢？所以说，他们要先解决愚昧，他们有了这种思想，才会继续之后的发展啊。我明白，但是先有不代表程度需要很大。今天对方没有明明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谈民主前期，就是民主概念没有成型的时候，就看民主。好不好？革命的时候有一点点民主意识的时候，要革命成功，到底是我非常要了解三权分立，还是说我必须举起很大的勇气？那你知道一个愚昧的民众建立起来的民主多么可怕吗？我了解，但是如果没有勇气，我们要建立不出来任何的民主。所以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今天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要推翻满清政府？我们应该把最大障碍、最大敌人视为清朝这个皇帝，而不是下面的小兵呢？我问一下，是建立一个很可怕的不民主的社会可怕呢，还是没有建立？对方可以比较给大家看，但是我想请问的是，推翻满清政府的时候，最大的敌人是皇帝还是下面的小兵？没有，你知道他们在推翻的时候怕的是什么吗？他们怕的不仅是皇帝，他们怕的是民众的愚昧，他们怕民众不睬他们，他们上去他们一个人就能杀头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对方也，所以对方今天同意我们，就是也害怕让整个民主不能发展啊。我们看一下，在清河上有一个戊戌六君子的例子吗？他们那时候六个人，他们是非常的不愚昧，他们知道自己要发展民主，但是按当时民众是愚昧的，所以民众没有选择去支持那些知识分子，支持帮他们维护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而选择了相信自己的满清政府，相信自己的皇上，而这导致戊戌六君子被镇压，被很严重的杀掉了。对方辩友，你又来了，你是跟我说没有民主干什么？不要了，现在对方又管了，对方你不自相矛盾。再请问对方，请问前门革命最大敌人是皇帝呢，还是士兵，还是下面人呢？对方辩友，你不要回避我们的问题，我们说的是戊戌六君子，他们已经有民主了，怎么没有民主了？他们在被推上人台的时候，你知道下面人喊的是什么？他们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你知道吗？他们怕就是这种民众的不才，这个民众的愚昧导致他们不敢去做这种事情，这是愚昧导致的统治，知道没有？对方提了一整个例子，我也给大家提一个。布拉格之春，大家都了解民主意识，但是被苏联政府镇压，所以他们害怕不敢再做。这是一整无论证，我双方立场都没有意思。就反再请问对方辩友，这个皇帝，我们最终要解决的是清朝的皇帝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视他为最大敌人？同样的，最终要解决恐惧的时候，我们应该视他为最大阻碍呢？我们要解决的是人民众的愚昧，只要民众的愚昧消除了，我们就很容易能推动民主啊。对，我方的确承认说愚昧要克服，这个恐惧也要克服，但是我们要在比较同一个平台上，哪一者需要比较多嘛？今天孙中山在革命的时候，他只是告诉人民说，今天告诉人民说推翻军政府的时候，大家有饭吃，这样子一种没有皇帝的概念，为什么需要很大的这个克服愚昧呢？对，我们衡量标准是在一个他都有阻碍情况下，哪一个我们花的力气更大？你觉得花小消除愚昧？力气更大吗？我只要一个外军过来把我的同志解决掉，让民众发现这同志没有什么好恐惧的，我就可以推动民主了。但是解决民众的愚昧，你知道需要花了多少知识分子，牺牲了他们多少知识分子才能唤醒民众的这种民主之心吗？所以今天对方还是没有论证到底解决我不明白民主概念，还是解决我怕死这种人的 S 是更多。但对方你可以同意所谓的解决恐惧是更困难的吗？当然是要去要花的力气更大。我们刚刚也讲到，人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知识的一个学习是需要16年的。但是民主它是非常宏观、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你要去了解它，你不光需要16年的这样一个非常专注的一个学习，你还要需要再去了解更多的，比如说社会的现状、经济、历史，以及一个非常体系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你才能够变得不愚昧，才能够再去发展民主。但是反观恐惧，你找一个君主被打倒了，好了，没有人再来镇压我了，像现在法律。得到保障，那么人们也不需要再去害怕了。明白，你说发展后期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阻碍，但是我们想想看，今天愚昧也是嘛，有网际网络的时候，为什么今天愚昧就不容易被克服呢？再想，我再请问对方辩友一个问题，就是说民主发展后期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巨大的障碍呢？障碍就在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要想真正了解民主的意义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社会的现状，所以我们需要，愚昧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是更多的。
馆方四辩一部中央讲台，您的总结时间为十分钟，届时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有请。
先是我们再来看那个法律，法律一旦建立，就不会再有倒退的这么一个现象了。人们不用再去恐惧，说什么我不能去发展民主。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去恐惧的东西就变少了？但是随着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新的历史、新的经济的政治的一个出现，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变得更加多了呢？是不是说我们变得愚昧的几率就变大了呢？是不是说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代，我们需要去考虑愚昧的因素就远远已经大于了要去恐惧的东西呢？恐惧民主一种必然性，就是它会反抗民主，进而造成更大的阻碍。接下来我们效仿地方被我分成三个阶段，他告诉你说民主前期、民主中期跟民主后期。地方被我民主前期的时候，其实地方被我其实我为什么不谈民主前期，是民方的辩手告诉你说，因为前面根本没有民主意识的时候，根本开始没有萌芽的时候，那个根本就不能够反抗。因为我们都知道民主发展则有一则无，而字典当中更解释了，我相信没有是在意思当中更解释了，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小到有。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讨论的东西是民主发展一开始到它过后的阶段。而我方认为说，其实我们要今天比一个最大的障碍的时候，我方认为是民主前面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我们当然不是否认今天克服愚昧，就是说要了解民主意识，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的是，真正要打破当时的革命初期、当时的军粮压阵，更重要的是勇气。我们当然承认说要一定的，但是我们想想看，如果即使有了很多的智慧、很了解民主概念，但是没有对于死亡、没有对于牺牲家人这样子的一种克服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一者我们是比较程度，一者我需要一定要多，勇气一定要足够的多，但是愚昧我们只要克服一些些。孙中山也没有告诉人民什么是三权分立，但是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人民可以当家做主，这时候革命就产生了。所以我方在论证这个阻碍更大的时候，我们说资源耗费的最多、最艰难，还有政府清军的打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反观地方票，其实反观地方票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民主发展的后期。各位，我觉得我就觉得很奇怪，